我们在寄生世界里生存了三天，期间我们攻打过土匪的炮楼，也闯入过城市的大厦，但是无一例外。所以想在这个世界中生存，我们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好的，兄弟们，看好了。没错，南瓜用了三天的时间挖了很多很多的矿，把这些矿物全部都卖掉，我们肯定能买得起一把强大的武器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些熔炉，把这些矿物放进去烧一下。有了这么多的矿，我们绝对可以买一把好枪，买一把突击步枪或者霰弹枪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组06颗钻石，这些钻石的话，我们做一套装备，然后做一些工具，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卖掉。我们现在的护甲是远远不够的，首先我们来做一身钻石装备。现在还剩46颗，我们来做一把镐子、斧子还有剑，剩下呢我们留一些，然后全部都卖掉。我们现在只有10块钱啊，我们看一下把这些钻石卖掉之后我们还能剩多少。现在的话3000，然后我们留10颗，我觉得应该就够了吧。5400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下边还有很多黄金还有铁。熔炉里边的燃料并不是很多了，我们去挖一些煤炭吧。我们之前下矿并没有挖很多的煤炭啊，因为太占背包了。走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挖矿的矿道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标记。好的，我们从这里下去就可以了。卖了所有的矿物，我觉得怎么着也有10000多块钱吧。买一把霰弹枪，然后再买一些子弹，我们就可以探索了。这些矿道还是特别大的。然后这些煤炭我们全部都带走啊，煤炭我们并没有挖很多。然后挖些煤炭，我们回去把所有的矿都卖一下。一组20个煤炭应该够了。这一次买到枪，我一定要把那个炮楼给攻下来。走，回家。哎，我的天，兄弟们，吓死了！妈的，敢吓我，把他干掉。这骷髅并不是那个半机械骷髅啊，它是原版的小白，解决一下。但是我为什么感觉我的灰烬速度很慢很慢？先来把这些矿物收一下，能收多少是多少，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卖掉。哦，这边还有很多的钻石武器，钻石长枪，6.5的伤害，0.8的攻速。那我，哎，好像还没有我这个普通的剑好。这个也是，这攻击力并不是很高呀。那算了吧，我们就不做了。兄弟们，我要发财了，看好，现在我们4600块钱啊，我把这些东西卖一下，然后5200黄金卖一下，11000，兄弟们全部都卖了，现在有12350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买枪了，看一下这些枪哪个比较好啊。冲锋枪的话，这个伤害并不是很高啊，但是比较便宜，7000块钱、8000块钱。霰弹枪就比较贵了，这个最便宜的好像需要9000。然后这些霰弹枪哪个比较好呀？看一下，兄弟们，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就不错。这把枪的伤害还是挺高的，我们就买这个吧。买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买一些子弹。 OK， 买了，兄弟们，还剩下不到4000块，然后我买下子弹啊，12号口径的霰弹，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吧。我们少买一点，看一下能不能装。兄弟们，可以哇，兄弟们，我们终于有枪了，霰弹枪。然后我多买些子弹啊，现在钱还有很多，直接买5组。兄弟们，今时不同往日呀，我们终于有枪了，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怪。来打你，来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不过伤害好像并不是很高，4枪都没打死一只吗？啊，不对，打到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半机械骷髅有什么厉害的，来，1枪、2枪，打头的话2枪就没有了。然后这个小白打中头，2枪肯定是没有了。然后我们明天一早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我们只哎苦力怕，等这个。我服了，这苦力怕真的老六呀！我把这边挡一下。哼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之前一直没有拿下这个堡垒啊，但是现在我们有霰弹枪，必须把他们干服。来，小班，1枪，哇，1枪爆头解决。然后这边偷袭，嘣嘣，好解决。然后看一下外边还有一个，等会儿啊，1枪的事儿，只要距离近的话，1枪就解决。这个海盗的话，他的防御还是不如这些僵尸的。来，1枪、2枪，好的，解决。看一下还有没有，外边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打里边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外边应该是解决了，那里边这些小瘪三啊，隔着门还能打，他也能打我，我也能打他，哎，但好像这样有点浪费子弹一样。我们把这边方块撸掉，隔着门打他们，不穿衣服你还啊，光天化日之下的，啊，哦，哎呦，有弓箭手，等会儿，慢慢来啊，应该是不多了里边，这应该是海盗的首领吧？好的，全部都解决。我们终于可以翻宝箱了，这世界里边有很多的宝箱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能力翻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宝箱，里边的箱子有很多啊，兄弟们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这个箱子属于 partner， 无法被你打开。我真服了，哎，不要这样搞呀。